猜下一趴谁都叫帅哥，但没有得挑，你也被叫过帅哥吗？有，那没得挑。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早餐店阿姨有在挑，就是帅的他叫帅哥，丑的他是同学。有一次我点完早餐那边等，阿姨说：“哎、欸，帅哥，你点的蛋饼好。”听到帅哥，包括我在内六个男生同时转头，转过去看人家蛋饼，然后这样面面相觑，我心里面在想，才是那个帅哥。但我们六个心里面都很清楚，都很清楚，真正的帅哥是点了蛋饼还是热狗。所以虽然我点的是热狗，我也假装我点的是蛋饼，我丢了50块给阿姨说：“阿姨不用找了，蛋饼拿了就要走。”阿姨帮我拦住，哈，我同学你点的是热狗。我生气气到转过去跟阿姨，你说阿姨什么？你起码也说帅哥一点是热狗，什么同学？你搞清楚，我还买的是虚荣心，不是早餐呢、欸。阿姨说，我卖的是良心，不是早餐。到最后一关，精神科，医生就问我说：“你想不想当兵？”我跟他说：“我想，很想要。”医生一脸疑惑问我说。有什么想要当兵的？你长得这么漂亮呢，你剪掉头发不可惜吗？这样子，我就跟他说，原来可以跟男生一起洗澡。然后我就被验退了。到最后一关。精神科医生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当兵，我跟他说我想，很想要。医生一脸疑惑问我说有什么想要当兵的，你长得这么漂亮呢，你剪掉头发不可惜吗？这样子，我就跟他说原来可以跟男生一起洗澡。然后我就被验退了。部队起床，我们要10:30，你不要弄了。我们在一起一辈子。许愿一个，有丢中了，我实现。没丢中怎么样？让我吃一个礼拜正常餐。万人要减肥，减到67。清空我的购物车。帮我买包。帮我买鞋。10000打扫房间一个月。让我看你闺蜜聊天记录。把全部游戏删除。认识你姐妹，认识你兄弟。我们在一起一辈子。你给我去哪？天哪，这个是天意吧？在一起一辈子。Just keep holding on. If you're about to
break. Oh, I always be your captain. From our failures we have grown. You said just keep holding on. If you're about to break, oh, I always be your captain. I'll be your captain.趁化妆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前一天我跟他去逛街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很喜欢的Fendi包包，然后我觉得后来问价钱真的觉得太贵了，我就示意眼神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先走之类，然后走出店门口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，你真的很喜欢吗？我就说喜欢，可是我想说下个月我再存钱买，因为我觉得女人想买包就自己买，不要靠男人什么之类的。结果今天早上我回来的时候，他直接把包包拿到我面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不是他花多少钱，而是他到底有没有看到你的，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东西，然后他会愿意去花钱对你付出什么之类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的好男人的表现。对，就是那种被人宠的感觉。喂吧，直接打我，怎么打一点都运气没有，在别人的开房间被我抓到没，然后一直跟我变没有没有，跟你讲我这次一定跟他分手，那解破包我就还给他。好，你在哪？我去过去找你了。没吧，我们今天先不约哦。没有，他昨天就跪下来求我没，他就跟我道歉说他会改啊。对啊，好了，我们下次约这两天我请你吃饭，好不好？爱你哦，好，哈哈，拜拜。今天是什么东西？旋转皇冠帽，听说它是一个可以把食物自动送到你嘴巴里面的懒人神器，听起来很爽哎，打开来看看。请问我要干嘛？然后我们用棉花糖把它插上去。啊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吃了？我还在这边插棉花糖。我们打开开关 ，open。哎，还有音乐，要干嘛啦？吃不到，吃不到 ，Hello。开机箱吗？四个字，卷宝宝。对，以前我做了十几年很久的形容词叫什么？工作很久的形容词。对，四个字，我做了十几年了，还在死撑。我看你要撑到什么时候？